有一颗满腔热血的环保心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吗？那就来缘起重生 Terra Nail 中亲手拯救大地吧。玩家将负责赋予一块受污染的荒地，重新打造成绿意盎然的乐土。这是款资源掌控系的经营游戏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。首先要从净化大地开始，我们要建设风力发电机和毒素洗涤器，再盖好灌溉器，将土地染上绿色。还得要使用水力泵浦和钻机制造河道。每一种建筑都有特定的资源和地形需求，这么复杂的过程一旦有什么差错，就要全盘重来，所以必须谨慎出手哦。当你略有所成之后，就该来加上湿地、花圃以及林地等地形。每种地形会互相干扰，甚至铺设林地前还得要放火烧掉大片的绿地，每一步都考验着你分配资源的能力。成功的将三种地形铺设完毕后，地图上就会开始出现动物。这个时候就要用回收船拆除自己所有的造物，将富裕的土地还给这些生命。直到完全回收设备撤离之后，才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。虽然游戏目前只有 demo 版，但内容已经相当丰富。未来正式版还会有更多的地图和天候系统等等更复杂的要素。要当个地球超人可真不容易啊！